action。先敲门。我敲。啊，进来呀。啊。不，你得调过来，我得看着你脸，我才能。老板呐！这半年也没看你，我的肚子都特别了。你啥时候来每天呐？我的老老板还在呢。你把手给我撒开！那缓过来了。我咋看见你我就这么来气呢？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！你让大伙儿看看，你有180斤没有？180就多一点。你180多斤，你还找我来要钱来啊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啥时候你瘦成80斤，你再来找我来啊！向后算，你给我滚犊子！这辈子没审。咋的，哥们儿？老马，你行啊，现在啊，半年不开支，哥们瘦了，你看不出来了？啊？你这怎么想的？你说。我问你，坐下。我这根腿不好使。成也兄弟，你坐下。怎么了？你说，有事说事儿，说钱的事儿。哎呀妈呀！我看见你，我老激动了，我。别说激动。哎呦妈！这。陈月，我跟你说，说，怎么说呢？啊，有一部电影叫《三枪拍案惊奇》，说，全国上映了，老火了。怎么的？你猜咋的？啊，我想注册一麻子面馆，啊，抢注一下子。你说那要是抢注成功了，哈，你那点工钱算啥呀？啊！但是话还没完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我不是那啥那啥，我不是消气，我老激动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咋想的？你看看人家小沈阳，瞪瞎他了。人家小沈阳那都饿成啥样了？那都瘦成啥样了？从来不跟我提工钱，不提工钱。那啥，回去好好想想。实在不行呢，你这样。借点钱买张电影票看看三枪拍案惊奇，回来跟我探讨探讨麻子面馆的事儿啊，咋样？电影票给忘了。